你们是666学生吗？我不是，我也不是，我们也不是。伙伴们，那你们是吗？是的话就发送111，不是就发送22。那你们不能进入666学院。那我不是。你们说了不算。那谁说了算？要经过考核才算。我们考。好，我先来检测一下你们的天赋。谁先来？我来。白雪520天赋。你的天赋还可以。下一个谁来？我来。熊妹500天赋。你的也不错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不知道我的天赋会有多少，会不会比白雪熊妹都高呢？贝尔150天赋。什么？我的天赋怎么可能这么低？老师，这个扫描机器人是不是坏了？我是童话王国最高级的扫描机器人，我才没有坏，你不要诬陷我。没错，贝尔，很抱歉，你的天赋太低了，不能接受考核。什么？那我怎么办？你可以去250学院接受考核，提升自己。好吧，我的天赋会是多少呢？大宝，天赋150。我和贝尔一样。看来你也只能去250学院了。好吧。没通过666学院考核的学生，快来250学院来接你们了。我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好的，快上车，我们出发。哇，666学院只剩下我们俩了。老师，我们检测通过了，什么时候考核？现在就考。考什么？跟我来就知道了。通关四位美人鱼导师的关卡，你们就能提升天赋，正式进入666学院。好的，我们会加油的。美人鱼导师，请出题。第一题，猜猜我们四条鱼谁是大姐？谁是大姐？这我们怎么可能知道？我猜你是。不对。那你是？我们身上是有规律的，你们好好猜猜。规律。哈，我想到了，白雪，你看，他们四条鱼的颜色都不一样。是啊，按照颜色的顺序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。我知道了。红尾巴美人鱼，你是老大，算你们聪明，第一题答对了，每人天赋加30。我天赋是530了，我的是550了。好了，该我了，该我出题了。你出吧。我们海底王国的国王是谁？海底国王啊？不对，白雪，海底王国可没有人叫海底国王，那会是谁呢？我想到一条鱼。美人鱼导师，海底王国的国王是不是美人鱼公主啊？答对了，恭喜你们，每人天赋加10。这次怎么不是加30呢？这要看我们美人鱼导师的心情。好吧。到我了。其实我们四条鱼本来是一条，有三条都是分身。什么？请找出我们四条鱼中真正的鱼。这也太难了吧！你们长得一样啊，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这四条美人鱼哪一条才是真的吗？是这条就发送111，是这条就发送222，是这条就发送333，是这条就发送444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。不好，昨天晚上作业忘记写了。有了，变身术。我先变成抹布，等老师不在我就开始写作业。哎呀，这个桌子怎么这么脏啊，我可是有洁癖的。我擦。好疼啊，老师快停下。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说话，算了，又没声音了。哎呀，这抹布怎么这么不好用，扔了算了。今次我变成一只苍蝇，这样就不会被老师抓住了。哈哈，我太聪明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老是有苍蝇在办公室飞来飞去？我最讨厌苍蝇了，我打！我晕了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这次变成一支笔，老师最爱惜他的笔了，这回肯定没事。这个笔怎么不出水了？不会吧，我还要批改作业呢。我甩。好晕啊！我这次变成乒乓球。男士从来不带乒乓球的，这回总能安全了吧？好累啊，带了一节课作业，出去休息一下。好机会，老师终于要走了，我都等得要睡着了。老师，下节课是体育课，我们学什么呀？今天我们学乒乓球，你把角落里的乒乓球找出来，给同学们用吧。不要了。好的，老师。熊妹呢？她怎么不交作业？我也不知道，刚刚熊妹也没有去上课。什么？居然还敢不来上学？老师大宝，我在这，我来上学了。嗨，走你！嘿，看我的旋风球！嘿，大力上勾球！好的，我快被打成包子了。不错，大宝和贝尔打得很好，谢谢老师。
怎么回事啊？熊妹居然还没出现，连最喜欢的体育课也不来。我要叫家长，我今天非要好好的跟他爸爸妈妈说说。小精灵，快救救我！要不要我救熊妹呢？要的话就扣111，不要的话就扣222。好吧，看来小朋友们都很善良，那我就救熊妹吧。变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熊妹，你竟然不交作业还逃课，我要罚你写10000张卷子。老师，小精灵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认真完成家庭作业，好好上课。小朋友们，熊妹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不要向熊妹学习哦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点赞关注吧。转转转，停！白雪，我是坏脾气妈妈，我们走吧。我不要，你快回去，我要再转一次。好，转转转转，停！白雪，还是我们走吧。我太惨了。转转转，停！我是小气鬼妈妈，大宝，我们回家吧。小气鬼，这个不行，你快进去。我不进去，我喜欢你，我就要当你的妈妈。转转转，停！我是美丽妈妈，熊妹，我们走。耶，太好了，妈妈，我们走。转转转，停！贝尔，我是逛街狂妈妈，走，妈妈带你去逛街。哎，太好了，我也喜欢逛街。妈妈，我们走。贝尔，你看睡衣店，快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好的，妈妈。美妆店，我也看。好的，妈妈。十元店，我也看。妈妈，别看了，你看你都已经买了这么多东西了，我都累了，咱们回家吧。我不管，我还要逛。我们都逛了10个小时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不要你这个妈妈了，我要去找大张盘。美丽，美丽，我要美丽。妈妈，你已经换了10件衣服了，别再换了，我们快出发吧。不行，我要成为最美丽的人，我要继续换，继续换。可是妈妈，上课要迟到了。别打扰我，我正在选衣服呢。哎呀，我要去找大壮盘换妈妈。妈妈，给我买雪糕。不买。妈妈，给我买薯条。不买。那妈妈，咱们家有什么好吃的？咱家什么都没有，你看，连房子都是妈妈用茅草盖的。就不住房子了，今晚我们就住在大街上吧。小气鬼妈妈，你真是太小气了，我要去找转盘换妈妈。妈妈，你看我得了100分。你怎么回事？再得100分就别回来了。妈妈，怎么我得了100分你还生这么大脾气？我就爱生气，怎么了？你快回屋写作业。我要换妈妈。为什么我没有回去的妈妈？为什么我妈妈天天都冲我发脾气？我妈妈每分每秒都要逛街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妈妈太小气了，我们家连个房子都没有。欢迎我妈妈，我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，其他什么都不管。我们不要这样的妈妈了，我们要回自己的妈妈。不行，你们的妈妈已经被我送到外太空了，现在暂时还回不来。什么？那我们怎么办？你们只能再坚持2天了。太空便餐美食大 PK 现在开始，猜对就可以获得相同的食物，猜错就要受到惩罚。小女巫，快开始吧。这是狮子和马打架，杀气马吗？贝尔回答错误。大姐姐，这是狮子，怎么可能是杀气马？狮子胳膊应该是力量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食物吗？嘿，我知道了，是士力架。啊，怎么会是士力架啊？白雪，你看，狮子、力量、马就是嘚儿架，这不就是士力架吗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贝尔回答正确，我就是士力架。娘娘，士力架真是太好吃了，我下一关一定会加油的。现在开始第二轮比赛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是药丸和青蛙？我想想，药丸嘛是苦的，小青蛙。白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白雪姐姐，我知道了，青蛙是呱呱叫，所以这应该是苦瓜。白雪回答正确，这是你的苦瓜。白雪姐姐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明明知道答案。白雪，你赢了，快吃吧。好苦啊，这也太苦了吧。白雪贝尔，下面开始第三轮比赛，现在开始回答出大屏幕上出现的是什么美食。哇塞，这么多的水果，这是水果糖吗？回答错误，那是什么？水果粥。嘿，我知道了，小女巫，这是水果捞。白雪回答正确，这是你的水果捞。耶，太
好了，我最喜欢吃水果了，真好吃。什么嘛，白雪，我下次一定会加油的。第三局游戏结束，下面开始第四局游戏。现在继续猜猜看游戏。这是两个人在跳舞，还有一颗糖。跳舞糖，这也没什么关系，那这个吃的会是什么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猜出来了吗？哎呀，白雪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这是跳跳糖啊。贝尔回答正确，我的跳跳糖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喵喵喵，呵，我最喜欢吃糖了，在嘴巴里还会跳呢。白雪贝尔，现在还有最后一题，也是最难的一题。猜出来的人可以一年不写作业，没猜出来的那个人要替猜出来的人写一年的作业。写一年的作业？白姐姐，这次我一定会先猜出来的。切，谁先猜出来还不一定呢。这是花朵，旋风，这会是什么啊？哎呀，果然这个好难啊！旋风是什么东西？小朋友们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猜猜看。我打赌，有80%的人猜不出来这个食物是什么。如果你猜出来的话，就长按大拇指在我这。白姐，你赚到了大冒险，抽牌吧。好，我翻中间这张吧。白姐，请你围着操场跑一圈。好。等等，我还没说完，边跑边大喊，我再也不尿床了。这小女巫，我能不能换一个惩罚？不行。好吧，我再也不尿床了，我再也不尿床了。该我了，该我了，小女巫，该我这张牌了。好，你来吧，我赚。我也是大冒险，请翻牌。边跳草裙舞边唱孤勇者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好吧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。转转盘游戏，谁还要玩呀？我，我们都要玩。好，那你们转吧，贝尔先来。好，我转。我是真心话，抽牌吧，我抽。是这个呀，你最希望校服是什么颜色？粉色，必须是粉色。那伙伴们，你们希望你们的校服是什么颜色的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大家的题也太简单了，该我转了。希望我也能抽到简单的。你转转盘吧，我转。是大冒险，抽牌吧，我抽。哇，熊妹，你运气真好，惩罚转移，你可以指定一个人，让他替你接受惩罚。我选谁好呢？千万别选我，也别选我。嘿嘿，我就选你，我选黑暗魔王。熊妹，黑暗魔王，请抽牌。好吧，我抽。用白雪的声音说绕口令：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。什么？这绕口令已经够难了，还要用白雪的声音？饶了我吧！不行，黑暗魔王，请遵守游戏规则。好吧。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。黑暗魔王，你觉得一点也不像？我尽力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吧。下一个，黑暗魔王转转盘。啊！怎么还是我？刚刚你的惩罚是熊妹转移给你的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？好吧，希望不要再转到大冒险了。我转。恭喜你，还是大冒险，抽牌吧。我抽这一张。黑眼魔王，请打电话给眼镜老师，让他下次考试给你99分。什么？快打。好吧。喂，黑眼魔王，怎么了？老师，下次考试你能不能给我99分啊？什么？99分？你自己平常考多少分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我不好好学习，天天就想着做梦。今天布置的家庭作业，你给我写3遍。啊！不要了。老师，我们在玩游戏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什么？不好好复习就知道玩游戏？作业写5遍，明天我检查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玩过真心话大冒险吗？玩过的发11，没玩过的发22。我们下期再见。